胡椒粉、梨子香红油、孜然粉、炸姜、永川豆豉、鸡精、五香粉、梨子鲜香膏、味精、香辣底料、盐、鲜的青色花椒、大蒜泥、生姜片、泡椒节、泡姜片、沙茶酱、阿香婆牛肉酱、排骨酱、柱侯酱、鲍鱼酱、大红泽醋、鸡膏、老抽、白醋、生抽、美极鲜、宝林醋、香油、三伏椒油、黄酒、麻碟捣、卤味增香膏。这是做烤鱼里面的一部分调料。下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泡椒味的制作。先泡椒味里面的一部分调料：盐15克、味精10克、鸡精8克、五香粉5克、泡椒膜20克、泡椒200克、大红泽醋30克、野山椒5克、三胡椒油10量、色拉油200克、梨子香红油100克、梨子鲜香膏5克、白糖5克、辣椒粉5克、孜然粉8克、姜米、蒜米10克、姜米5克、料酒20克、生姜片10量、清汤250克、黄瓜节、芹菜节、大葱节、洋葱节、大葱节10量。鱼撒好之后，我们进行腌制。我们在做烤鱼的时候，可以选用多种的鱼，比如说鲶鱼、草鱼、鲤鱼都可以，等等都可以啊。将鱼去鳞、去鳃，撒好之后，从背部把它破开，背部破开，去掉内脏，洗净之后，我们可以从两边把它改造成小口，也可以从外面，就是皮的地方，两边把它划成小口，都是一样的。下面看一下它的腌制。加盐、加料酒、
时间允许的话，我们可以短暂的腌制几分钟。腌制好之后，我们上烤架。先烤鱼肉的皮。烤鱼的时候，鱼皮稍稍有点收缩水分时，再翻动。烤鱼时要勤翻动。烤至鱼肉表皮有点出油时，我们刷上香油。撒上辣椒粉。孜然粉，同样撒辣椒粉，和孜然粉。再稍稍烤一下，放洋葱节垫底，把它扣入盘中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炒料，锅中放入色拉油，烧热。泡椒鱼，泡椒节，野山椒，泡姜鱼，大蒜泥，生姜片，烤姜，
梨子、鲜香膏、芹菜节、黄瓜节、葱节和料酒。再放入梨子香红油，加清汤，调入少许白糖，少量的生胡椒油，鸡精，味精，和大红蛇醋，放入五香粉，起锅浇在鱼身上，撒上香菜，烤架上火，放上鱼肉，上桌即可。泡椒味的特点：泡椒味浓郁，增强食欲，是开胃的好菜。可以在里面配搭一部分的小菜。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咖喱十滋味里面的所需要一部分调料：盐15克，味精10克，鸡精10克，白糖5克，永川豆豉50克，老干妈豆豉10克，蚝油10克，咖喱粉10克，梨子鲜香膏8克，梨子香红油50克，色拉油200克，姜泥10克，蒜泥10克，姜片10克。清汤250克，孜然粉10克，辣椒粉5克，料酒20克。
洋葱、大葱、芹菜和红椒泥适量，把鱼撒好之后经过腌制上烤架，烤至鱼肉表皮有点出油时，刷上香油，撒上辣椒粉、孜然粉，再稍稍的翻动烤几下，装盘，用洋葱垫底，装盘，炒锅上火烧肉，放入色拉油，用川豆豉，老干妈豆豉，蒜泥，姜片，放蚝油，放红椒泥，秘制鲜香膏，加秘制油，和料酒，放咖喱粉，芹菜，葱节，大葱节，放入清汤，调入白糖，鸡精、味精、之后起锅浇在鱼身上，撒上香菜进行点缀，撒上香菜进行点缀，放在烤架上，这样就制作成了我们所需要的咖喱豆豉味，它主要体现出永川豆豉的香味和咖喱味的什么味道。
下面我们讲解一下烤鱼里面的香辣味型的制作，香辣味型里面的一部分调料。先我们讲解一下香辣味型里面的一部分配料：洋葱、大葱节、黄瓜节、适量。下面看一看所需要的一部分调料，有盐15克、味精10克、鸡精10克、干辣椒节30克、干花椒5克、郫县豆瓣60克、基底料10克、老干妈豆豉5克、五香粉5克、秘制鲜香膏5克、秘制香红油50克、料酒20克、姜蒜米姜米各10量、色拉油200克、辣椒粉5克、孜然粉10克、清汤250克、10量的熟芝麻和熟花生。好，就香辣味型里面就是这一部分调料。把鱼杀好之后，我们可以从皮这边把它削成小刀小口，也可以从里面把它刮成小口，都一样的。破鱼的时候从背的地方破开，背的地方破开，再进行腌制，加盐，料酒，把它拌均匀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一般可以腌制几分钟，使其鱼肉更好的筋味。腌制好之后，将鱼上烤架，先烤皮，先烤皮，烤鱼时要勤翻动，防止烤焦。烤至鱼肉表皮酥香时，就是稍稍有点出油时，刷上适量的香油，撒上孜然粉，和花椒粉、辣椒粉，再稍稍的烤制一下，晃动几下就可以了。鱼的两面。都必须刷油，撒孜然粉和辣椒粉，再稍稍烤制一下。烤好之后，我们装盘，
葱丝垫底，装盘。小锅上火，烧热之后放入色拉油，将色拉油烧热，烧热之后放入辣椒碟，不要放完了，留一点，和花椒泥，提前豆瓣。鸡底料，老干妈豆豉，姜蒜泥，喷料酒，炒香，炒香之后放入一至香红油，一至鲜香膏，五香粉，加清汤，调入味精、鸡精，调入适量的白糖，但这一点不能甜，不能吃出甜味。再放入黄瓜节、芹菜节、大葱节，起锅浇在鱼肉上，将锅烧热之后放入少量的色拉油烧热，放入干辣椒、干花椒，炸香，浇在鱼身上，撒上香菜、花生泥（熟花生啊）、芝麻、上烤炉即可。上烤炉即上桌就可。这种鱼体现了辣椒味的酥香，辣味悠长，螺健麻感，
同时我们可以在里面配烫小菜。香辣味，下面我们讲解一下新派焦香味的制作。它需要一部分的配料有大葱节、洋葱节、大葱节、黄瓜段、芹菜段，这些食量就可以了。下面看一下所需要的一部分调料有盐15克、鸡精10克、味精10克、鸡精10克、白糖5克、泡椒80克、泡姜20克、豆瓣60克、青花椒，这里的青花椒就是青的鲜花椒，100克、姜和蒜各10克、料酒20克、猪猴酱20克、五香粉5克、迷之鲜香膏8克、迷之香红油100克、清汤200克、色拉油200克、孜然粉10克、辣椒粉5克等一部分调料组成。将鱼宰杀之后，同样从背部破开洗净，放盐，料酒，揉均匀，腌制好之后鱼上烤架，先烤鱼肉的皮，使皮稍稍定型之后再反过来烤鱼肉，直至烤至鱼肉和鱼皮有点出油时，刷上少量香油，撒孜然粉和辣椒粉，刷上少量的香油，撒上辣椒粉，再撒孜然粉，孜然粉可以依我们当地的口味增加和减它的量，再稍稍烤一下。
先撒辣椒粉，再撒孜然粉，好，再装盘，装好，将洋葱丝垫底，扣盘，反面。下面将炒锅上火，将锅烧热，放入一半的色拉油，放一半鲜花椒，也是青花椒，泡椒籽，提前豆瓣，生姜和蒜泥，泡姜泥，一起炒香，放入一次油，喷入料酒，入口酱，一次煎香膏，五香粉，放大葱、洋葱、洋葱、芹菜节、黄瓜节，加鲜汤，调入味精、鸡精、白糖，起锅，锅上火，下入剩下一部分的色拉油，
放入剩下的鲜花椒，青花椒，炸香，炸香出香味时，关火，起锅浇在鱼身上。撒上香菜，同时我们也可以撒上少量的花生泥和芝麻，这样就做成了我们所需要的新派焦香味。新派焦香味的主要特点有：体现了鲜花椒淡淡的焦香味、麻味。